是这些的吧？是这样子没动了，可是那个五点钟。哦，你在这里了，我是。好，咱们大概给少钱了？给到那个金月了，金月。五年金月了。五年金月。你金月金月是香哦。嗯。你不稍微好口戒指好像。哎，我知道。你稍不孩子去。啊，出色啊哟，出几万哟。出色，不是穷他穷富贡吗？穷出色。这里是宁海县洋户店。大凉山附近的村民攘灾祈福、求神问卜都会来的地方，洋户殿为了供奉西晋伐吴大将杨户而建。杨户何许人也？为何伐吴守功的将领却被古时吴地百姓所供奉？这个谜底就藏在杨户的生平事迹里。杨户始终是古杨子的始终统一中国。杨户一生只打过一场仗，甚至还是一场败仗，在西陵之战败给了东吴名将陆抗。战败之后，杨户开始对吴地百姓实施怀柔政策，一系列的善举让他在吴地百姓之中积攒起了口碑。因为杨户命令我灭我的这个两个二三的我的独余光，你大替我把心威胁是所有个百姓不要哭了，你搞散，你搞吵架，为国家要统一，独立替我百姓统一，独立是各个百姓的啊。蔡元芳的当时打了那个皇帝头像，还有皇帝的生个孙儿的孙敖啊，孙敖名字的孙敖头像的啊，头像我们书上面叫头像呢，我们叫头像呢。死而无畏，我百姓，好百姓给恩最低的，活塞了。老子你大都三个月给学本，你们南京大都的南京三余万人塞了，同样东吴也了南京，节度接了南京，一个不塞。把你这边反对的那家伙，等于也得个分了，这瓦分子来反革命，能够就敌对的你就要塞了哦，就是都不塞百姓。那这三个人都给封死了。那书上面呢，那个老子通给了全部下面过，我老想我老师，不想我老师我写废的历史。正因为杨户相国爱民如子，吴地百姓在民间兴建杨户殿，2000年来从不断绝。而这座位于宁海县大凉山的杨户殿，从十几年前开始就在上演着杨户怀柔的故事。这是猩猩，一只独臂藏球猴。2022年末，当地的冯先生上山观光，偶然间遇见了师太与猩猩，便拿出手机拍摄并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短短几天，猩猩与师太的互动视频收获了千万浏览量，猩猩一夜之间成了网红，不少游客慕名而来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吧，这位老师，我上去咬的呢。我说我先上去的啦。你那个管啊，你收了去收了，你那个。你那错过了。让走，你们走。这边不是。过来。我告诉你们。不要就背对着我。他就喝牛奶长大的。他的牛奶是主食啊，吃别的东西是副食，是零食。有点
我去加点嘛。你加什么？加点凉白开。给他加点凉白开给他喝吧。他那个是绿茶。这里拿矿泉水。哎，你用矿泉水给他加一点，倒一点给他。笑死。好好好。谢谢。我走了。你又瞪我，这个坏东西。来一会儿啊。据了解，宁海县并没有野生猴群，那猩猩为什么会生活在这座大凉山上呢？儿子，你讲实话，你们讲虚话？实话，实话。实话，村子里一个小老板买来的，学当年写了，学当年写就买来的，养在饭店里吃猴脑的，脑子呢，吃猴脑呢，他的老爸老妈不叫他吃，哎，这碎骨啊，啊、哦。就杀伤不能杀的，这养在那一个小饭店里，小饭店这个儿子那个饭店里面的东西不会吃的，他要吃水果的，水果香蕉了、花生了，那东西，他只能把它放掉了，养不老了，放掉嘛，吵架去了。那我们这边靠海的，海边嘛，蛤塘了，这个蛤了、青了、虾子了，养在塘里面，把那个。糟牛了呀，糟牛了，菜了都拔掉，糟牛的东西呢，胶囊的东西都搞掉，他现在把它挡上来了，跑到山上来了，跑到那边的山上，那边的山上嘛，等了好几个月。村庄里他们儿子不会去的，村庄里儿子有狗啊，现在要挡他的哦，就在山上，我们这个山上他矮的这个山小啊，没吃的，那他一直为他跑到这里到处寻吃的呢，跑到这里来。他住在这熊家里，两个青年在这里看见，哎呦，你这个大老鹰啊！我们这里个老鹰啊，从前个老鹰很大的，现在没有了。这大老鹰都顶在树上呢。我一看，我这里我就老鹰没有大老鹰，我这是儿子。那我的菩萨呢，请在这里，这个香蕉了、苹果了都有的，放在这里。我再叫他，喂，叫他，他就不能吃了，吃了吃惯了不吃了。儿子聪明的，灵性的，他有灵性的。他就不去了，不就住在这里。除了游客，也有不少媒体关注。这两位是来自江苏的记者。这个是杨相公啊？啊，以前杨相公在那边是陈医生，那边是王超，那边是黄总，千秋归隐。他隔壁嘛，本田县的呢，隔壁黄川，隔壁财神，后面为适应不少、哦。在那边是那学大蓝黑，上面铁锈观音，下面铁庄殿，一修搞起来的。师傅，您平时也喜欢写写字，写写文章？写写字，这改改我双刃剑，稍微各自杨梅、枇杷种的很多。师傅，您哎，我能劳动，哦、哎。什么都能给了，文化能写，劳动能劳动。生了你都有了、啊、一个小累的时候、一个小就没有的、一个是哦。那下面寻点的。下面的人买的。哦。买汽车买的。那师傅，您觉得寺庙的生活跟在家有什么不同？怎么可能？孤立成的寺庙。塔的味道。那师傅就是关于师傅之前被咬伤的这个事情，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感受？就只能说哎，这只骨头咬着，怎么解决？哎，我这里不好疼了呢，好像。2022年末，猩猩咬伤师太的事件也引起不小的热度。猩猩虽然与人类一起生活，但毕竟还是一只野生动物，仍会有护食的行为。温驯形象的滤镜破碎之后，也在网上引起了一阵争议。有的人得意地嘲笑，有的人莫名地反思。Thank you.
起来。那我告诉你，你刚刚在哪了？我飞的，你告诉你干。我不要的。搞我去了！我飞的。我跟跟你到前面，你是干。动物动物都搿个香，有鞋的，紫白香认为跳绳子。我讲，我说到底就是你这。就是你给他喂吃的，因为以前都是很乖的，人比较少，没有什么应激反应。现在人多了以后，他会有一系列的反应，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开始变化的。喂他吃的话，就最好放在地上，让他自己拿，不要手伸给他，因为他有时候别人给他的话。可能喂食方法不对，像女孩子她可能会递给她，然后又往后伸，可能在猩猩眼里的话，可能就是拿她东西一样的，会护食。过了一年，胖起来了，当时很小的，胖起来了，胖起来了，这个球茎呢干老了，球茎一直抠啊。靴子一直靴子抽的丢进的，放就这么大大起来嘛，这个靴子小嘛，来起来全部来只苍蝇牛嘛，听说那个苍蝇啊、蚊子啊、牛马啊都咬它了，它丢不能动啊，动一下了，这样可以动，这样动一下就把虫叼到了，我就一直了，来起来，血浓，每天血浓，牛马苍蝇，我到处打听。我之前拿一个救护车了用过，我的宁波没有，宁波有救护站，哎，宁波来的，宁波来的，大家个宁波救护车，马上来，可是可有时候了，各个国家了，这个动物是穷，这个弄个吃，弄个地方养一个动物可以，可是后子来了农村那边是个要直接拿钱跑马远去了，不能养，要抽肉的了，这个东西，到时候抓去了。找几个老师开发啊，给他去啊，一个毛钉钉来的，一个老师钉了个皮带嘞，干么快一块树皮带，被别人找借刀借回来，刀赶回来，那找谁呢？那有个做东西的人呢，有个割剑呢，修枝那上面割皮吧都中的了，那修枝剑那精的好了，树枝干嘛那个树枝带这么借掉，啊，咱们没事被在楼头见了，搁带一点空中，搁大全部干了，全部散住了。小的弄上去了，皮肤上了，慢慢弄着就来被剪掉，剪掉以后，这慢慢是被拆起来，拆鱼缸，一颗拆就鱼，它就进了一颗，全部开来的了，大皮都拆起来，哎，那可怜那是可怜了，可这种不经不死的人呐，它拆牙以后呢，我们根本没牙，把一瓶蓝牙素，蓝牙素呢把它封起来了，它就进这房间吧。这母猪前这个干牙筋干的哦，它回去来了，回去了这边放了，放到山里去，一个礼拜了，一星期了，全上腹就散去了，皮都散好了，这毛布的，那这究竟在扣毛布呢？一块毛都没有，跳那个丢上哪就哪样了，哪就也哪样不，发质不呢，毛质没有呢哦，这就是个样子的，这道理。姐姐，舒服啦？啊，姐姐，我坐下嘛，你家不舒服啊？啊，阿姑啦，阿姑啦，嗯，姐姐，前面那我们不能来，因为那个怎么说话，我从宿舍里面来的。在洋货店生活了十几年的星星，也已经17岁了。在猴子中属于晚年，可能在不久之后，大凉山便不会再有这样一只受万千追捧的网红猴子。当这座洋货店重归于寂静的时候，是否还会有人记得，这里曾有一些人如此温柔地对待弱小，就如千年之前的洋货那样。